状况就是哦，我们刚刚除了说了解标签，那特别注意哦，那个 find 哈、哦，这个寻找标签的部分哦，几个原理原则哦，我再把重点回一，先连到那个这个有没有啊、我们的那个中央气象局网站。那以后如果说你想知道一些网页背后的一些相关的标签规则的话，记得啦哈、哦。当然呢，你也可以用 IE 浏览器，不过 IE 浏览器它的方法跟 Chrome 浏览器又不一样哦。所以我现在用的是 Chrome 浏览器哈，第一个哦，第二个的话，比如说我要找的相关资料，也许在这个地方，你可以选它啦。啊，比如说，一般习惯会在找上面的地方按右键，然后检查一下，有没有，它就跳出来啊。这个地方哦，顺便了解一下，它是左右可以移动的。OK，有没有？这一条线是可以左右移动。然后呢，另外呢，如果你要找到你要的东西的话，按右键检查，它会跳到哪里？跳到你，哎，不过有时候要找一下，有没有？跳到按右键检查，哎，它在这里，有没有啊？你会发现哦，如果你游标哈、哦、放在它这一行上面，它这一行的资料就会显示出来，有没有？就是有点像让你知道，而且上面这边会出现啦。不过可能刚开始，也许你还不太习惯啦，慢慢也许用久了，大家就知道了。那、啊、如果我想要找什么，找我要的资料在哪里哦？你就这边呢、哦，游标一直往下。有没有啊？如果找到了，有没有发现它一左边的那个 mark，它已经帮你把这一整个都选起来了，那表示哈、哦，它就藏在这里面，哦，就在这里。那有几个讯息啦，第一个它的标签名称叫什么？后面的话呢，有个点，有没有？点后面的话呢，这个就是它的什么？它的叫 class 啦，这 class 就是它的类别啦，哦。意思是说，哈，将来这一个 DIV 的标签，它就是这个类别啊，所以可能这个网页或者这个网站里面有很多类似的这种类别。以后哈，他们的话修改它的相关的样板，它就马上改一下。不过这个我也想你们暂时知道一下 class 哈，啊，将来的话，如果你要找有没有网页里面的这个 class 也可以哦，OK，也就是说你可以摆 class 名称哦，class name 也可以找到这个东西啊，只是说那又是另外的方法哈，OK，那你可以怎么样？再点击它打开来，这边就有我们要的东西了。所以再展开来啊、哦，有没有？哎，找到 table。那我刚刚讲过了，最重要就是哦，你要找到 table 的话，就 Ctrl F。那我的习惯是这样了，也许你就在这边找小鱼，然后打一个 table，或者你偷懒可以把那个上面东西复制一下，有没有？找到几个？那另外的话，除了如果你不找 table 的话，哈。你也可以找什么？找别的东西啦，比如说像 DIV，像那个雅虎股市已经都变 DIV 了，或者 UL，那你也可以找 UL。反正哈、哦，回去的话、哦、有时间不妨你就是多多使用几个网站，你常用的网站，然后呢，试着哈、哦、把你看到那个网站上面的资料可以抓下来的话，那表示你真的学会了。哦，不过真的还蛮花时间的哈、哦，因为说真的啦，这个东西我刚刚讲过。这个水非常的深，光这个东西哦，我可能花了非常多的时间，才终于懂得怎么去使用这个东西。但是这个过程实在是太漫长了，我不可能也把那个整个漫长的过程哦叙述出来了。OK，所以我最重要的是把什么？因为时间太长，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所以我直接干脆告诉你最重要的，也就是你不用去走那个冤枉路了。OK，哦。哦，我前面讲过了，因为网络上找奇怪，怎么都没有这相关的东西，有啦，找到多半是英文的，都是国外的，OK，而且哦，版本非常多，只要程式差一个地方，run 就会出问题了，所以哦，你们可以在网络上找找看，版本非常多，而且哦，run 的常常都出问题，有时候这里出问题，有的是那里出问题，那你最后像我们教学哦，不可能说我今天给你们一个不 OK 的版本，或者是不稳定的版本，那不然每天同学律师写信来说，老师你这程式又哪里出问题，这又哪里出问题，那我不是不生其扰吗？所以最好是吧，想一个大家都可以很稳定，无论你在任何一台电脑上面都可以跑的 OK 的哦。第二个的话，要把上面的每一行的动作哦都交代清楚啊、哦，不能像有些好像刚刚同学分享说。他们同事哦，写程式都非常的随性，这边写一点，那边写一点，这边写这样，那边写这样，完全只有他自己看得懂。OK，别人看他程式，哇、哦，真的是头晕了。OK 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很随性，就像常常我的桌面哦，
我都觉得很整齐啊，我要找就很好找。但我老婆说，你为什么桌面上这么乱呢？你可不可以整理一下？哦，然后有时候她会真的帮我整理，我说吓死了。你看，哎，他还跟我讲说，哦，你看啊，这样很整齐吧？说，我就开始紧张了。我的东西，因为有人习惯自己有自己习惯放的地方，虽然乱一点，但至少都知道哦，我自己知道放哪。但问题是别人就看不懂，那跟写程式也有点关系，因为很多人哦写程式就很随性，写的就是会比较，只有自己的 style 啦。OK 哈、哦。那、啊、当然，我们早期写也会这样，可是慢慢的哈、哦，因为我们教学嘛，尤其教程式哦，不能这样，因为教程式是只要你一个地方写错，你整个程式哪怕是全部都对，就那么一个地方错也是错，哦，等于是说你即便考99分哈、哦，跟考0分哈、哦，结果是一样的。OK， 所以就不能这样啊。那当然，我放在那个云端上面的程式哦，至少你要懂得怎么样。第一个看懂你的那个标签，第二个的话呢哈、哦，要知道说我每一行程式到底在做什么，那你就有能力去做修改。至少啦，你要能够修改。你如果连修改能力都没有的话，那我想哈、哦，可能你之后要延伸就比较困难的。啊，跟各位讲啊，这东西真的是。有些我自己都觉得得之不易啦 ，OK 哈、哦，但是我的个性是反正哈、哦，也 OK 啦，反正大家都会是最好，也许大家每个人都会很快的把这个东西用在工作上面，哇，那其实就一件很好的事情 ，OK， 因为像我一直回想起来，像我教程式也超过20年了 ，OK 哈、哦，那这过程当中哈、哦，以前也很多学生在。工作上表现得非常好 ，OK， 好、哦，那我当然也觉得，自己也觉得蛮开心的。那最近看那个什么，因为我有加那个 Netflix 哈、哦，有没有 那个哥有没有加那个 Netflix？ 那个 Netflix 就美国的一个 叫 VOD， 就是它可以线上看影片。然后你只要一个月付他多少钱，哇，上面影片超多的，而且都是 4K 的那个高画质版本，所以变成说我根本就不需要去电影院啊，好、哦，一个月我记得好像300多块吧，好、哦，那就是刚好有一次去饭店哈、哦，然后看到有那，我想说，那有 Netflix， 很棒，就一按下去他说要登录账号密码，我想说我没有，我就上网看一下，他说如果你要看影片，你要。付钱啦、啊，我想说300多块嘛，你看个电影不会也是差不多这样的钱，然后我就给他登进去试试看啊、哦，发现哇，里面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有。那最近就开始迷上那个，你知道深夜食堂吧？哦，有没有啊、哦？深夜食啊，真的是制作的非常的好，感觉哈、哦，虽然里面它每一集大概20几分钟，然后每一集就是一个故事。而且都不一样的人的故事，我就让我回想起，对，其实我从教学这么久哦，其实好像也蛮多故事的。每一个学生其实背后就是一个故事，对，是不是以后可以找，比如哪个学生以前可能很久没有联络，找一下，我们来拍一支影片好了，对，然后深夜食堂我们叫什么？我们不叫深夜吧，我们叫下午吧，是不是？下午茶好了，下午茶时间，我们来聊聊天好了，分享一些经验给别人知道一下，整个过程，然后你学习前跟学习后有什么差别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发现啊，当然呢，也是一种激励啦，我觉得很多是正向的，你学跟没学，最后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，到底差异多大哦？就我觉得应该是差异还蛮大的、啊，因为我基本上我还蛮。积极的去就做这一件事情，而且这20年来哈、哦，几乎也没有停歇过啊。OK 哈、哦，但现在脚步也稍微有点慢一点点，不过还是继续往前。OK， 所以这个月的月底哈、哦，我自己又去报名那个 AI 的那个人工智慧跟机器学习的证照考试。OK 哈、哦，我自己去先去体会一下。
也许之后有机会的话，哈，也许再分享给大家。OK， 哈，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啦，你想说，老师你干嘛那么认真呢？干嘛那么积极？啊，当然哈，背后当然总会有个动力吧。因为如果你没有积极一点的话，可能这样怎么去让人家说服别人说，哦，学习这东西是正确的方向。OK， 哈，那这个月底哈也应邀那个，因为教育部现在在推那个城市设计的教育，所以啊也应邀哈担任那个讲者，哦，要去那个台师大，哦，就是分享的对象都是那个大学老师吧。 OK 哈，哦，其实也是想一想，所以最近刚好有一些想到一些啦，因为要上台要讲啊，所以会回想一下，哎，到底我之前做了什么？以前就是一股脑就是一直想说，一直做，从来没有想说哦，有些东西其实应该停下脚步想想看到底自己做了什么。回头一看，哇，我已经走了这么远了，哦，我已经走了20年了。因为我第一次教城市设计哦，比较正式的教是在那个巨匠电脑，大概是民国88年的时候。民国88年，距今现在110了，对，现在已经22年的时间了。OK 哈，哦，其实也还蛮长一段时间的，但是等于是有点整理一下了哈，哦啊，之后该怎么做？不过刚开始我发现哦，我教所有的电脑课程里面最挫败就教程式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一次教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这么挫败过。因为所有学生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，连那个主任都跑来跟我讲说：“老师，你怎么了？你？”他说：“因为他们课后都有那个问卷嘛，然后都有评量哦，那一次真的分数最低了，从来没有这么低过了。”OK 哦，但是人总会有挫折啦，哦，才会慢慢不断在想说啊，对，原来是真的啊，你自己很清楚的东西，别人不见得会很清楚。所以呢，这个过程哦，其实这段路很多时候其实什么，尽量把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，把它变得越简单啦，让别人也可以很清楚明白到底你在做什么。虽然那东西真的很难啦，哦，那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变简单，就这样而已啦。OK， 然后呢，尽量把可能暂时不需要讲的，也许暂时放到后面，啊，可能要铺陈，要铺梗，欸，还要想一个剧情，最好是有高，有没有？有高有低，然后有前有后，然后叙述的方法还是用什么倒叙，有没有？先跟你讲这样子，然后慢慢再告诉你为什么，这实在是有点困难。OK 哈，哦，好，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所以请各位哈，哦，也许试试看，把刚刚的程式啦，我刚刚讲哦，如果说我今天需要什么？把这个清单里面的所有的 OK 啊，哦，这个清单里面所有的哦，所有的这底下的表格有没有全部都帮我放到 Excel 的话，哎，那该怎么做？比如说第一个啦，我希望怎么样把那个日照时间先放在哪里？先放在一个这个工作表里面。所以也许啦，你另外再干脆另外再开一个新的档案算了，哦，如果说我今天呢就这个档案的话，就专门针对什么，就是下载这个啊，哦，这个网页，就是中央气象局这个网页里面的这些所有的清单，甚至呢里面还有什么呢？台湾的、中国的、全球的，哎，那是不是也可以比照办理？当然，我们先不要弄那么复杂，我们先从这个地方。如果我今天希望哦，把这几个哦全部都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。那当我下载一个之后的话呢，它会有下一个下一个全部都帮我，干脆一个工作表就放一个清单的话，那该怎么做啊？当然你可以先从第一个嘛，所以如果你什么都不会啦，没关系，你就可以开一个什么，开一个新的模组啊，所以我这个新的这个活页簿按右键插入一个新的模组啊。第二个的话呢，我可以怎么样把刚刚的程式啦，哦，所以其实有时候可以套用范本，像我自己写过的东西我也可以拿来用。那其实我可以拿什么下载这个降雨量，哦，我可以把这一段呢拿来 Ctrl+C， 然后把它放到这里。那当然不是下载降雨量，是下载这什么
这个网站上下载中央气象局这个应该是这个叫月平均吗？下载气象哦啊气候好了哦，下载气候，哦，那如果我要下载第一个的话，那当然哦，这个地方就把这个地方 index 改成0就好了，其他应该不用改，哦，哎，所以改完喽，我们来试一下哦，程式我贴过来的话，只是把下载降雨量哦改成下载气候，但问题第一步哦下载看看，流量第一个把日照时数切换过来之后，把它的1到12月的资料下载下来，然后并且把它关起来。关起来我看啊，这个少一行叫什么 ？IE， 把它关掉。点 quit， 哦 ，OK 哈，把它关闭。哦，这样的话呢，我可以就下载什么？下载那个这个东西，就是日照时数，下载到这里了。OK， 哎，有没有很快就下载？再来，等一下，应该还要做一件事，什么？把这个的名称改成日照时数，就是这个的名称，并且哈、哦、换到下一个。不过换到下一个，我需要做什么？开一个新的工作表，有没有？这边新工作表，然后把这个名称也许改成什么？改成这个的名称，最低气温，然后再把最低气温run一下，然后换到下一个。如果、哦。我希望做出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，该怎么做 ？OK， 哦，那请各位试试看哦，应该，改一下吧，哈、哦，只是说要怎么改出我们要的结果哦，试一下哦，那待会我们再来看。